我说宁哥不是不穿短袖吗？其实今天我还没打算穿，我穿的这个一个小衬衫，那穿完之后觉得有点傻啊、哦，有点傻，后来我就脱了。劈了，我又想录个抖音，然后明天劈，录什么呢？今天录一个，录个，我今天我就录个这个吧。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，哎，这个歌我觉得可以啊。等你下课啊，要录这个吗？都是小胖的火，哦、那个感觉不能太火，感觉。身骑白马那个，二十五姑娘。今天有人跟我说让我录个什么歌，我看一下啊。他说有个叫蒋真的，你们听过吗？蒋真的，他说这个歌能火。听谁的？余情的。余情。大哥，大发一下。思前想后越发紧张，无法心脏，还没爱过。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闺蜜们笑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都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，不许你早就回答了我，讲的想的不得的是最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，别好好一直拖，自作多情。好，这样子，我一会儿我去学一下这个歌，啊，一会儿我给你们唱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好听我就录，觉得不好听我就算了。来，我没有听过这个歌，我听两遍会了。实时录个抖音。今夜特别难唱，有个哈巴一直被蒸发，源自某种倔强。我就直接唱高潮啊。现场录一个啊，不好听啊。我试一下，来，我试这个人能唱吗？我以为我刚学的嘛。嗯。声音，什么 A 调是吧？哦，不想开灯。这歌词有点多，我就受不了歌词多的歌啊。OK， 来。真正的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上了？
可以，我就录了啊。剩一个是 B 是吗？我试试剩一个调那么好听一点。这个调行吗？这个还刚才那个好，哪个好一点？那就再降半个，降 B 行吗？好，就这么地就录了啊，不试了。换了个调，我找不到调。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？是降 B 吗？讲真的 OK。 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笑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痴心什么。换个节奏行呗，这个节奏行，我觉得有点弱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唱次了，所以这个一个抖音不是那么容易就笑场了，因为我第二段找不到歌词了，这歌太不熟了啊，来，换个节奏行呢，有没有？啊，原来就是这种的。咚大咚咚大，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闺蜜心窍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什么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，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，是别人割舍的。就要这个节奏行吗？这个摇滚一点啊。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笑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，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，是非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，也好过一直拖，自作多情了，好吧我忍了，至少能快乐释怀洒脱，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笑了，敷衍了太多。
到海阔，也何不一直拖。 OK， 这效果行吗？录一遍，我刚才唱的可能感觉也有点不太好啊。好，哎哎，想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闺蜜性交了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。你讲真的笑得不可得，是最难割舍的，可自好好过也好过一直拖，自作多情了，好吧我忍了，至少能坏事坏洒脱。你讲真的会不会是我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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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红了红，火火火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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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发啊，现在发，嗯，没有啊，是没有吗？审核，还在审核当中。我就这么不靠谱吗？还得审核我？啊？我爱你，无畏人海的拥挤，用尽余生的勇气，只为能靠近你，哪怕一厘米。爱上你，是我落下的险棋，不惧碎。